Lanzan City Home, Om Gur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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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nzan City Home。那昨天呢，刚刚从这个墨西哥啊才回来，所以呢，也就跟大家谈一谈啊，这一次出去这个行脚这个墨西哥的这一点点这个事情。啊，我们去的地方啊，叫做。这个亚都口，那么亚都口这个地方呢，你到了这个航空公司去问了啊，他们都不知道亚都口在哪里。然后我们也觉得很奇怪，居然要去的地方啊有机场，那航空公司居然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个地方。但是啊，很多事情啊都是啊，第一次的去到那里啊，你才啊知道为什么那个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地方，因为它是有一个机场，但停机坪啊，就是停飞机的地方啊，只有一个地方，只有一个，也就是只有一个下飞机的地方，没有这个啊相比的。没有这个，只有一个停飞机的地方，飞机每一部飞机下来都是停在那个地方。那么机场啊是用茅草屋盖的啊，茅草啊，一看上去全部都是茅草啊。去到这个地方，我一想说我们来到这里啊，大概跟闭关差不多。这个情况啊，因为到的时候是晚上，那个城市啊可以讲是暗无天日，没有城市的，一出机场都是山树林，整个 city 啊，这个亚都口的地方，整个 city 没有住了几户人家，没有的，可以讲商店也没有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那但是那里有一个叫做那个啊 ,club man, 啊的地方啊 ,comman, 他们称为 comman 的一个地方，那个名字，那是一个中心啊，就是在让你住到里面。过另外一种生活的一个中心。那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呢，就被分配房间，他们每一个人到自己的房间去。那个房间也是很特殊的，并不是 hotel。一般来讲，那个 hotel 里面呢，它都有 TV 啊 ，television。那么有 telephone， 有电话。那么有这个 ice 这个 bar 哈，这个就是冰箱啊。里面呢，第一个没有这个电话，没有 telephone， 那也没有这个 television， 没有这个 ice bar， 另外呢，没有 newspaper， 也没有 letter。什么都没有的，就是说在你的房间里面，除了床跟啊你自己本身这个消啊以外，其他什么都没有的。他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让你住进去以后啊，跟外界全部隔绝，就是你
不用听外面的种种的信息，所以我在将来要写文章，就是说住在没有信息的地方啊，住在一个没有信息的地方，你跟外面啊，从那个时候你就断绝，通通没有电话，没有电视，什么没有这个报纸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信息都不传到你的人都，这个也是很好的。我们闭关啊，也是这个样子，闭关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就是让你精神啊，在那个状况之下，能够只有一样，只有成为一的一种现象。一般来讲起来，我们觉得刚刚开始啊，对住在城市的人呢、啊，都觉得很不方便啊，同门之间也没有办法用电话联络嘛，都没有办法用电话联络的。但是呢，这也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品味啊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品味，也就是说，在那里啊，你能够完全全心全意的一种投入，全心全意的一种投入，就是说你自己的精神啊，不再受外在的这种景象来干扰你。其实这个跟我们闭关啊是完全一样的，也就是说不受外面种种的信息的干扰。一个人能够啊不受外面种种信息的干扰啊，是一个清净行者的现象，大部分我们一般的世俗人很难做得到，很难做得到。一句好听的话就会让你高兴，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你马上今天的这个整个情绪就受影响。一幅美好的景色让你看，你心情会欢悦。那么但是呢，你看到一种丑陋的画面的话，也会影响你自己的心情。那我们每一天生活啊，其实我们在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呢、啊，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每一日都受到外界的影响。你的情绪啊，完全不是超支在我，而是超支在别人，因为你受外面的人的影响，受种种的外面景象的影响。你的情绪的起落，每一天情绪的起落，完全在乎于其他，而不是在自己。假如能够完全由你自己的话，就是可以讲啊，就是一个自主跟自在，自主跟自在了。啊，我们要了解啊，这个修行啊，清净的反省，也就是这样子的。你要学习能够自主跟自在啊，自主跟自在呢，就是一种修行的一个功夫。